38岁的张智恒那日在社交网突然宣布婚讯，还有传他已经荣升为孕妇，那今次就真的双喜临门咯。Steven 在社交网上 upload 了一张和女伴的合照，留言说将会踏入人生另一个阶段。咦，看真的相里面的人，原来他一早已经换了画了。Steven 在2017年的时候和舞台剧演员梁浩恩拍拖，并视对方为结婚对象，但今次新娘子是28岁的圈外粉丝文文。最爆的就是文文在4月的时候已经为她诞下一子了，上个礼拜还已经举行了8日宴。我们问过 Steven，他就透过公司邵氏兄弟承认已经做了人爸爸，还希望大家可以原谅他的冲动。事实上你结婚是喜事来的，情史多多，又有几次被爆偷食而直认性上瘾的 Steven 今次终于做老衬，恭喜你浪子回头啊。